是玲玲，七七好运竟要来啦！下半年的开始，当然也有好康跟大家分享。摸摸这次有什么样活动，马上让你知道。第一个活动呢，是我们的整点抢摸币。这次活动超级可爱，是我们的钓鱼游戏，从7月3号到7月11，每天8个10人有10%中奖几率，记得一定要来钓鱼哦。那下一个活动呢，是我们的天天签到赚摸币，从7月1号到7月7号，最高可以领到12元的摸摸币哦。包括了像是我们的签到7天可以获得9元好友分享，在3元一定要分享给好友，总共就可以轻轻松松拿到12元。接下来这个活动是我最最最最最兴奋的，从7月3号到7月11号，只要消费买77机就可以登记一整年的购物金，去年你买了多少，某某就送给你。而且呢，我们登记一共会抽7名这么多的好康，记得一定要消费满7000去参加这个活动哦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7月7号当天的限定活动，每天呢都有4个时段来抢我们的7折券，还有7个时段来抢我们的77折券，记得记闹钟，抢好抢满。那再来呢，还有我们7月7号的限定活动，7月7号呢，只要消费满5000元呢，就可以登记参加我们的好运签，最高回馈7777元，是不是超级好康的呢？再来呢，也是7月7日当天活动，消费满2000元呢，给你送瑰记名品的紫蒲芦荟春，超级好喝的饮料，只要消费2000就有机会获得哟。接下来呢，是购物前一定要做的事，就是领神券，领好领满，当然也要用好用满啦。这次呢，有各大品牌的神券，最高优惠有46折的券哦，记得消费前一定先要来把我们的券全部领起来。最后当然有银行回馈给大家啦，这次呢跟非常非常多的银行做合作，那我个人呢最爱就是刷摸考，无脑刷5%拿好拿满，那也有非常多的品牌有8%到10%的无上限，记得呢我们刷卡前可以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银行优惠适合你。这次的七七购物节是不是也超级好康的呢？所有下半年需要的东西，想要买东西，在购物车放好久的东西，记得就在我们的7月7号好运气一起买起来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